านที่เราเตรียมไม่ได้หรอกบางใช่ไม่ได้ไม่ได้ชื่ออะไรจอยอยู่ที่ตัวเดียวคนนI'm sorry.
cái chỗ này. Mời cơm ạ.生果店 ，MTA 生果店呢就有卖那个年糕，哎，不是年糕，是年干。看过电视上的这个搞笑帅哥，就已经开始就会、觉得哦，这很多的年饼、年干啊、这年饼、年干有什么呢？我首先要跟大家大力推荐的就是焦干，在 MTA 生果店焦干啊，很多华人喜欢吃焦干，因为华人说吃了焦干就感觉有那种过年的气氛，有过年的氛围。那、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呢，我们第一次我们吃焦干的传统应该是我们这边入山庄的叫焦干，在 MTA 生果店的龙门糕，龙门糕，自己的焦干。首先第一个呢，促销就是手工年饼，它有些手工年饼啊，就是原价是13.8，那现在三罐是30粒，换句话说一罐是10粒，那最少有15种口味让大家选择它的年饼。那除了这年饼之外，它还让大家感到惊喜连连的就是鱼皮、紫菜、蟹柳、摘儿。一罐只需要10粒，它原价是20粒哦。鱼皮跟紫菜有蟹柳不同的口味，比如有这个咸蛋黄啊，有麻辣口味啊，还有就是wasabi， 紫菜有 wasabi 的口味。只要是鱼皮、紫菜、蟹柳、摘儿的朋友，这时候不要迟疑了，赶快
前往 NK 生活店去取购，原价20块的甜品，今天晚上只需要10块钱，所以赶快去抢购。好，来，有人问哦，就是我参加幸运抽奖怎么样呢？就是你购物50令吉就可以获得一张幸运抽奖券，可以获得幸运抽奖50令吉就是幸运抽奖。买够50令吉，如果你买100，这边有2张，啊，买我就3张，200就4张，以此类推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继续。如果想要买海味的朋友，买年糕的朋友，手工制作的年糕，现场有很多，像花季糕点啊，有蕉叶年糕，还有一些蛋糕、发饼、发糕啊，都有。那单亲妈妈呢，也在现场当中哦，大家赶快去支持我们的单亲妈妈，给他们一些温暖。好，那单亲妈妈今天晚上特别推出的这个百香果汁，还有三打根的这个啊虾饼啊鱼饼，还有就是他的一些。啊，来，这个抽奖箱就在这里啊！啊，就是有很多很多，就是让大家去选购啦。现场当中，水果年干有香蕉，有黄梨花，有黄梨，还有榴莲都有，不同年饼、小黄年饼都有。啊，小黄年饼也是很多很多口味的，那个年饼我看到我都是眼花缭乱，就是包罗万象啊，就琳琅满目了。所以大家赶快去选购啊！所以小豪年饼呢也是非常的很热情，他说如果你买到我年饼是漏风的话，你即刻跟我兑换一个新的给你都可以啊。还有许多就是一些炭烧的肉干啊，不是有万年红、飘香、福王啊、满福香啊，都有在现场，大家可以去选购，还有衣服等等。那这年过节的尽头呢，就是有这个很多的餐车，让大家去现场呢，就是坐在那里舒服的就可以吃晚餐啊，喝点饮料，填饱肚子，都可以从晚餐吃到宵夜，都无放后。想要买海味的朋友，或者买一些就是调味的朋友呢，新手朋友要注意哦，在我们的双鱼海味房呢，就有推出几项优惠的产品，包括就是玫瑰豆一支10块钱，五加皮一支10块钱，广东啤酒一支10块钱，虾皮2支15块钱，台湾鲍鱼支3支15块钱，所以要选择就是买一些调味，然后五加皮，他刚才也不会说哎。这个双鱼海味房在哪里呢？就是你走到这个年货场的尽头，就发现在你的右手边就是了，就是双鱼哈。大家其实现场还有一些德性海味房都有，总之在现场当中有喝的、有吃的啊，还有玩的，还有就是啊发箍、发夹等等，还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一些五彩缤纷的毛茸茸的包包呢，现场都有售卖。像我们有提桶包，有卖一些海参啊、鱼条，还有干贝都有啊。想要尝尝干贝，日本干贝的口感，尝尝花布的口感，我们在现场当中呢就有试吃的，让大家吃它的干贝粥，还有这个海参配花布，用舒服的啊调制出来的味道是怎么样的？哇，可以说真的很好吃。